母亲节送什么礼物？世上只有妈妈好，妈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，你有想过送妈妈什么礼物吗？说到礼物，有人第一想到的就是鲜花，但是鲜花的观赏时间有限，所以送一盆盆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母亲为了家里操劳了半辈子，家里的清洁剂、家务活日夜损伤着妈妈的双手，所以送上一支护手霜，让妈妈从细节上变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嫌这些太俗，不妨亲手给妈妈制作一份礼物，制作一个桃塑杯子，设计一个美丽的相框，将和母亲的照片放到里边，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在社会发达的今天，旅游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所以母亲节来临时，我们也可以带领妈妈出门散心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